过了交会所啊，轻松听哈，轻松听哈，过了前通通排到第二桥，过了了排到飞机里哦哈，排到文天祥了哈，还好哎，因为在天气还是不错，然后气氛呢也你听来落山呢，慢慢落山呢，安尼今日也是我白天棋盘上安尼在上气当中哈。棋盘安在赛过比赛，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。因为安在比赛呢，那安看天气冇同样，好冇？安尼在看到安在上气，看到安在练啥，大家都来抗战过哈。这个信心非常的好。天空呢，到了练啥呢？是那种降价么呢？安在胜败还在同下，安又安在地位呢？安在非常上气呢，他也够上啊。那种也是非常非常哎有意思，也很值得我们这样办嘛哈。还有舞台大回忆回忆的这个这一次很特别的，就是不插电，不插电呢 unplug， 就是不要没有电器的，完全没有插电哦。不过呢，因为在空间安排啊，要天调度练哈，系讲完全冇在麦克风上啊，啲讲法就冇一头喺度啊，所以讲肯定要叫一堆位来辅助嘅，也仲系这个电器啊，个音响嘛，多少肯定要。不过呢。这个这种动口台盖你躺在了能烟里啊哈，那种想必你一躺到就原因呢，用清唱的方式也是不错的哈、哦，清唱动词然台盖躺到动庆福，那就原因呢有乐器来火配又给到来给莫也进上微和左回哈，那一种唱得好，来爱听的有爱的好，那当然是最好啦，唱完哈。反正来讲，用力放哈，好摸力强的时间，是难免的，不是非常的完美哈。不过哎，你还有份给鼓励鼓励啦。而且这个哎，你好像在讲，就对哎，你投入来谁，为了谁呢啦？讲好办法，然后后期培训中又放出来，这个台下的同学在好像在讲，这个呢。胜败不要紧啊，但是信心和大家互相来鼓励、互相来分享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呢，就说在未来他们结水啊，那个哪一个运气逆天的前期话哈，就加油加油，在决赛当中呢，还是可以得到冠军哦哈。好，希望大家。谢谢人家张明玉老师。很多话。我从比赛评审啊。我感觉到今天的评审啊，青蓝评那个浅青没有穿，幽默半唱带哈，又有三国又有韩国的哈，那中央的评啊是才一两评出，就是大部分用音乐的方式哈，用那个方式啦，用拍子啦、节奏啦、音量啦，用那的方式来评。其实我们客家三国哈，原来就都是野外唱的，唔咩都室内唱。原来个伴奏就无嘅，啊行业假停，行业都第一个人占有用伴奏嘅啊，因为运动啊恢复到原来的那种味道啊，但是好可能有点以某些观这样的冲法啊，慢慢的就会习惯。在台湾哈、啊，你唱人家讲人家拍那种发通嘅哈意思啊，我有啊有你来参加环境的啊。啊，個對都有嘅地方嚟參加，一般因為講，依家都唔咩講，真實嘅嘅藝術嘅音樂比賽，啊，但是呢，他有那麼踴躍來參加啊，就感覺客家人嘅特色，其他嘅族群啊，依旧有按攀岩嘅發通，啊，又有懂得嘅客家嘅產品啊，一方面也推動一個社區嘅發展，對我們客家的啊，這種團結凝聚力啊，你懂他嘅幫助。那像因为攀岩目的哈，这个客家一个乡亲哈，来了解客家台湾文化的神话，今后不过些年的了解到，客家人台湾很要么传承下来，我们客家人就是耕读传家哈，在一个不是很好的土地上面啊种植开垦，能够啊把这个教育能够做传承，实在是不简单，也是讲不会背祖嘛，推祖哈。压抑方面，我们汉人可以看到真正的传统美德。一方面，如果今天有机会来参加，非常的高兴啊。一方面呀，非常的对各位的来参加也非常的感动，谢谢大家。不是，怎么太感？哎，哎呀，怎么没？
因为所以也带几轮啦，吼，两点都出门嘞，吼，啊，去拜多的个几波天呀，吼，因为我讲路途没讲讲清楚，所以请多哈，三点你三十五分就下交流坡了哈，啊，但是呢，请多哈，开车开车啦哈，像那个高雄这边那个文化都喷那个佛堂哈，感觉哈，这种有很多讲那个也这个佛堂的年是个相对做到的一个东西啦哈。这想法来讲个，那个清河一个创意啊，哈，用一般平常讲，上次地衰啊，上次讲，比讲，影响好多日河个上次啊，每个人上河呢哈，还讲记者啲嘢就讲，像我哋一台个麦克风啊哈，老那个阿妹的小白啊哈，系千无重要，系嘛？而家几啊百个万嘅哈，每个钱多少，就千蚊下货啊，你无上嘅时间啊，麦克风下货咪无用啊，啊，但是呢。你用上差不多的时间呢，好个麦克风呢，一听就下人啦，好、哦，开始有差哦，哈、哦，包括咧你用转这个过程啊，从费玉清啊，从江辉啊，你用个麦克风全部会啊，全部会清规清规的啦，会很多专。